好，我出，就让你生魔法木头、金属，呀、yeah. 嗯，金属锭哪里来的？人家蛋饼用鸡蛋，你龙蛋用龙蛋，他可能那个龙蛋比鸵鸟蛋还大，他可以吃煎比较大颗吧？哦，之前不是有那种，就是拿什么鸡蛋，然后鸵鸟蛋，然后去泡醋吗？附魔器金锭加清金，然后它会就是蛋壳不是会融化掉，然后会看到里面的软，嘿，它会变薄吧？对啊。那如果用龙蛋的话，首先你要先拿龙蛋。要有龙蛋有点难。欸先生，你里面经验球会卡、啊。好，我去处理，我处理，我放一下那个经验房间杯啊。嗯，怎么啦？又聊天室又聊，又讲到什么、嗯？怎么又被刷屏了、啊？嗯嗯嗯，哦，刚才乱码是你打的啊，那我还不先ban掉你。缺人国衍生不是啦，这里有人说光乱码是你打，为什么你要打乱码？你要不要先讲讲看呢、啊？我的脸有点痒，脸有点痒。你先讲讲看，你为什么要打乱码？然后我再决定要不要ban你。他可能是我弟刚刚在用我键盘，哦，又是弟，他很不乖，真的是很不乖。那我就代替你惩罚你弟，ban掉你，我要去抓凋零库。没有做错的你没做错，做错的是你的账号，我ban掉的是你的账号，我没有把你ban掉。金锭加等级，哦，哈哈哈，魔法树木加金锭加等级，对啦，你这时候会听话啦，这我都是听重点的啊。哦，这是撒了一坨，一整坨呢。不要打周英文哦，不要打周英文。英文要打菜。哈？啊？啊？我说我想要吃饭。哎、欸，我刚刚叫你吃，你又不吃，你又说你吃饱，现在又在喊说想要吃。刚就有吃咖喱饭的。哦，这个人哦，没有了。嗯，猪贵架子有点难。书柜架子，书柜架，视力架，栅栏门，这样，栅栏门。哦，看来这边被你掏空了。哪边？地狱啊！你就之前我遇到的箱子完全都不，箱子完全都不拆的哈。对啊，我刚刚就是跑去那边逛啊。那箱子真的太多了。圣火吧。对，有栅栏。这样，嗯 ，OK， 那这个是火把，嗯，是火把，他有火把，他有火把，他拔出来，啊，拔出来啊，什么东西拔出来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拔什么出来，拔出来，我也不知道，你刚刚讲的啊，讲的，讲的啊，你讲什么？我知道拔，就有人说拔，我就想要出来啊，拔出来而已啊。你到底是什么？可能吧。这个肉啊，我听不太懂哎、欸，你在说什么、啊？那你为什么要讲？你为什么说你不太懂又要讲？就拔出来而已啊。什么东西拔出来啊？你在讲什么？操啊！这是不会听 for server 啊？没有啊。啊！你看你乱讲话，你看你乱讲话，我的视讯又黑掉了啦。你们都这样乱讲话不行啊，这样子有误会、啊、哦。等感谢 DC， 有没有学样怎么办？有没有学样？
对啊，感谢 DC 的礼物，撒钱喽！好，你撒钱，我也来撒钱。哇哦，撒钱喽！抽个抽个，撒钱喽！你撒钱，我也撒。脖子正上方吧。哎呦，只抽一分钟哦，只有一分钟哦。嗯，附魔帝，卡一下，卡一下，一用一就卡。只抽一分钟哦，还要快哦，限时大抢购哦。哦，明明就这么多人，你们都不讲话。对呀、啊，哎，画面怎么变这样了、啊？等一下哦。哎呦，潜水的都出来了，对啊，潜水的都出来了，都浮出来了，再不换气就要淹死了。我是不是要定期叫你们出来换气啊？这些人、啊、要换不换的？哎呦，一分钟哦。结束。EU2 的附魔器。EU2 的附魔器。没有，我没有要满命做啊。嗯。我还有没有闲置村民啊？我一直盖新的东西，有没有闲置村民可以用啊？闲置村民，我没有闲置的。村民、居民、游侠、建筑、农夫、牛仔、运送、厨师啊哈！你要多的凋零骷髅吗？扔过来钻，没了吧？我这边有七个啊。哦，那代表就是没有啊。嗯，奇怪，我之前随便捞一堆碉堡，怎么现在捞不到？哇哇！可能那不会发光，通通拿光光。哦，这工程师有点笨哎，盖建筑盖一盖还会夹到自己，好惨啊！夹到他赶快往后退一下，然后就继续盖。夹到哪里啊？天哪！夹到头，嘿，就是夹到头。反正你说那个是荧光粉加球是不是？雪球，四个雪球，一个荧光粉。厕所一下，那它可以贴天花板啊、墙壁啊、地上都可以。嗯，哦，要的不是这，嗯，嗯，为什么会被ban？你就问看看你做错了什么事啊？可以再打一样的字出来啊。那我来帮你鉴定一下你为什么会被 ban， 但是你可能会现在被我 ban 一次。嘿，嗯，看头头，他的工程师执照可能是用鸡腿换来的吧。嗯，你说的是八个雪球吧？八个吗？嗯，好像是，看到了。我是觉得他会种田呢、欸。这种功能好像是会种田的哎、欸，你是不是会种田啊？只是你采田速度比较慢，我是不是要把你的建筑物升级啊？感谢，想不到吧？感谢，想不到吧？嗯，这说你这个厨师到底有没有在工作啊？看你等级一直是零等哎、欸，哦哦，你有一等啊，好抱歉。好好说啊、哦。抱歉，他终于练到一等了，别人已经练到19等了，他好不容易练到一等了。刚刚来过，啊，墙壁上不会粘啊？会啊，天花板不会粘。哦，哎，会啊，不行哎、欸，还是因为我的鞋子效果才粘到天花板的。你可以撒到上面，蛮厉害的。你不然哦，没事，我想说，那你就附在工具上面呢、啊。就要让他在天花板粘一颗。
哎、欸，大家要不要做事？我是你们这些工人，给我做事！抓死！哎呦，这都可以放。哦、嗯，秋风回来了。哦，好哦。对啊。为什么？你给我做事啊！有了，他做事了。总主人要打我。杰克，你是说打到主人啊？什么东西啊？我来看看你说了什么。我现在很有时间，那你慢慢看。啊，繁星台呢？什么事不关险哈？所以呢？啊，我怎么了？他说繁星那台事不关险你呢？哈？多久以前的事情啊？我不知道。啊，不是啊，别人台怎么样？别人台会自己讲啊，不用来我这边讲了，黑娜。所以你被Ben是有理由的啦，黑啦。哦，我这边被他在我这边被Ben的吗？我不知道，他说他到我这边讲说什么持股繁星台持股观音显灵了，然后被Ben掉。哦就哦哦，他在你那边提到的才被Ben掉吧？对啊，我改。嗯、不是啊，繁星那台你就在繁星那台讲就好了嘛，干嘛跑到我这边讲呢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这边讲了，黑啦。对啊，谁惹你？你去惹他，去惹别人干嘛、啊？老师不是这样教你的吗？嗯，村民能踩加速板吗？可以啊，但是他会乱冲，他会冲到不知道哪里去啊。嗯，啊，被禁言没差啦，一天就解了。黑啦，你不要在这边一直跟管理员起争执啊！到时候管理员把你名字记起来，你以后就不用讲话了。嗯，你要知道，有些管理员比我们权限还大哦。有时候管理员就嘿，我之前还听说我的管理员有一个死亡笔记本哦，一看到某个名字就变掉哦，好可怕哦，超可怕的。我都没有做这种事情的，他是做了一个死亡笔记本，我觉得哦，这个房间好难盖哦，盖一个盖到，算了，盖别的东西好了。安，想要变有钱的泡芙，泡芙不是很有钱啊、哦？不对，好好好，你讲什么？没事。哎、欸，没事。没事，我就泡芙很厉害。好好讲话，好好讲话，好好讲话哦。还可以雕什么东西啊？嗯，盖还愿地图。以为我要盖还愿地图？你说这个吗？没有以为啊，就是啊，他就是啊，对啊，他就是，只是盖累的，不知不觉两小时过了，快三小时，快三小时，快三小了，嗯，对，快三小了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为什么这楼梯这样铺啦？感谢牛排，这楼梯。楼梯像铺对吗？对吗？这个楼梯。哦，然后刚刚是不是要做这个附魔器？你做什么东西？想要叫我做什么？想要雕给其他小东西？
还是还原一下杰克的那个 building game 好了。不要不喜欢沉默吗？不想要沉默，怕，别乱来哦。做得到哎、欸，这个做得到哎、欸，我做得到是不要啊。让你知道模组的强大。嗯，设定一下，晚点再来这边。一哦哦那个，一哦哦，不要一哦啊，不要啊。哎、欸，我用这个好了。嗯，一二三，保存。耶！然后再来，杰克不想要沉默，想要对方。所以杰克，你想要有沉默还是不想要沉默？嗯，我表示沉默。别人订阅多少了也不用来说我这边讲啦，嘿啦，嘿啦，你在他的台恭喜他了，不要来这里跟我们讲啦。对啊，这边是特殊地形啊，这边，啊，但是特殊地形碉堡里面的箱子很烂啊，我也都懒得开。所以找到了，我倒是找到啊。就强迫症发作，不会啦，做出来放哪？不是放我家，当然不会放我家，放哪？不要放我家，啊、放谁家？什么东西？就杰克已有那个啊，哦，可以啊，感谢救牌，母汤哦，强迫症死了吗？不会啦，怎么会死呢？这样子很漂亮啊。